与谢娜完婚后的张杰人气飙升，炒高人气的他不仅现身各大音乐颁奖典礼，其歌唱也是观众爆棚，所到之处更是歌迷簇拥，为之疯狂。近日，张杰来到上海港汇广场出席活动，现场来了近200位粉丝，将通道堵得严严实实。当剪彩完毕的张杰准备离开时，现场的粉丝卖力冲向张杰，期间更有粉丝摔倒在地，差点导致踩踏事件的发生。幸好张杰停下脚步，保安则快速扶起粉丝，才避免了意外的发生。五六娱乐为您报道。